今天我跟妞妞啊，就炒个东南西北风，好运在当中。炒这个了啊。嗯。好。这是胶云养这个东西啊。这是高蛋白。高蛋白啊。再吃多吃云养啊，老觉得眼睛都分泌了。开始两三遍啊。我开始了没有啊？没有。还国外多少朋友吃过这个东西啊？南方的朋友啊，可能很多人没吃过吧。我没来白方，我是没吃过。为了这个蚕蛹啊，保持原味，保持它的高蛋白，咱们啊就配一点简单的配料啊。我懒得看鬼片呢。别看鬼片了，你这个人胆小，还看鬼片？哎呀，那胆子比什么都小，还看那个东西？你不怕？你不怕？你听到响声你就吓死了。我真的不怕，因为九九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他说了，我走了，他会不敢睡觉。那肯定的。他说马上要把妻子接回来。我的妈！把妻子接回来，妻子就是你的保护神啊。还有一个小鱼儿呢，点点儿。哦，现在多了一个了。我看到评论区很多朋友说，哎呦。你说你儿子快开学了，妞妞好开心啊，巴不得你走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说了，孩子快开学了，我要走了，妞妞都哭了。他说要送我去延吉医院，送到车上啊，这没有必要啊。送君千里啊，终有一别。我跟妞妞都相识四年了。没你们说的那种一回事啊！妞妞不喜欢油太多，我们把它油啊倒过来一点，少一点油啊。它是不爱吃那么多油，直接下锅炒，爆还在动啊！妞妞说等它不修了，它还想把复合切到我们湖南去，挺不错的啊，这个想法很好。因为我们湖南的吃的太多了，水果啥都便宜，你拿着相同的那个飞行经验去我们湖南生活，开出整一半，而且原生态的多。哎，上到我博客上去啊，行啊。退休也快了啊，可能还要十几年、十四年吧。烤一下这炸口的，放点盐。这个呢，别急，我们要煮炒一下，现在可能还有点水分，把它炒干、炒香。蒜、葱。蛋黄它塞在锅子上了，吃了吗？好香！这个炒出来好香啊，就像炒鸡蛋一样。来来来，端走。好。我汤的还没出锅的呢。好，来。这个汤也吃完了。我现在就来了，汤汤。有饭吃了，你就唱歌了啊！这里面那黑的别吃，咋成的？好好吃啊！高软好吃。嗯。这个我以前不敢吃，我妈。我也可以吃啊。太硬了。哎呦，这都变柴了，柴宝宝了，头都出来了。我上学的时候在延吉念书的时候，妈就老订这个蚕蛹，一瓶啤酒，一盘蚕蛹，然后我就点一盘炸刀鱼，炸刀鱼，老是那个样子。那时候上学嘛，真好吃。
让人卖的贵啊，卖多少钱？50的50。现在都45-50了，原先20多，最便宜的时候，完蛋了，就这样。我说你这蚕蛹怎么这么贵了？原先20块钱一斤，黑的呢。我觉得涨了，我去年到这里好像40。工资涨不涨呢？你表现不好啊。拉倒吧，物价不物价涨，工资应该涨完之后你涨物价，你物价涨那么高，你讲我们买菜能买得起？少吃一点吧。我的妈呀！谁给你带进来的？在这飞来飞去的。你也带进来的。一会儿我就给你带回去。你说烤着吃还好吃还是炒着吃好吃啊？啥呀？炒。炒着吃好吃。我觉得这黄的好吃，你记得吧，舅舅。以后买黄的。行。黄的皮薄。野生鲫鱼汤又是蚕蛹，这是大补。你就该补一补啊。我再补就成了个大胖子了。我说实话，我们。哎呀，他们都做，都说哎呀有点胖。我都长胖了。算我年轻的时候，我很瘦嘛，很瘦了，很多朋友都说我是不是吸那个东西。啊，那不是。还要不要？让我再洗一颗来。哎呀，真的。这个人应该是别辣就完了。因为这个辣妹子我没这么吃过，我就只能吃一点点。哎呀，搞了眼睛，不要搞眼睛里面。完了。哇！我想好像还想吃点饭啊。那再来点吧。这两天怎么了？好啊，老师要加食了。再吃点饭吧。我不加饭了，我整好了，我一会儿要不喝不进去汤。食欲变好还不好呢？他多要吃些，来长肥呀。还有老爷，再来一点。好了，不来了。你再吃辣椒。那涮萝卜没吃饱。萝卜条肯定，老张如果拌的萝卜条你没吃过，吃到了你肯定喜欢。我下次再上你们湖南，你还给我腌两个涮萝卜了。行。那个也不分季节啊。当然，冬天腌的萝卜是吧？冬天种家种的。你再来点吧，快。我不要。你再加点饭不啦？饭有加，加饭吃。老姐来又加了这么一点饭。小虫都吃了。小虫还没吃上来啊？其实不是小虫，就是他那里头的那个小孩儿。对。辣椒辣的邪乎啊！就是有这两个辣椒才有意思啊。这个你看像不像蛋黄？就是。不行，太辣。反正都吃了，把盘子空出来，我刷。我已经吃不下了，还搞点汤。吃不下了。我还有那个汤。没剩几个，你都搞完嘛了？妈，我的妈呀！刷碗刷盘是我必经之路。来了好像刷过一次。也刷过两次。那你做饭那么辛苦，我在让你刷盘，你说故意的去吗？是不是？我也不能那么忍心累你。其实啊，肚里还没那么饱，但是还是克制一下，不能太吃多了。再吃一点，把
不行了，你喝了这么多汤，一吃了呢，快两碗饭了，一吃了这么多柴油，我再这样吃，我真的也结过鼻子啊，嘴巴学长一起去了。